每一个时代，中国女排都有一个在背后默默支撑成队波的人，就是队长。他是队中的精神领袖，虽然他未必是最抢眼，但是维系整支球队的实力。拉亚文被称为见证中国女排克服所有苦难的人，他的运动生涯堪称传奇。他横跨了胡俊和郎平两位主帅时代，由1993年到1998年，他是中国女排备受尊重的队长，绝对是全队的核心。在千禧年黄金时代的队长是冯坤，在2004年雅典奥运，他率领中国女排在先失两局的情况之下绝境逢生，连赢三局战胜俄罗斯，为中国女排相隔20年再赢得奥运会冠军。中国人寿海外呈现中国女排版图，是由中国人寿海外赞助播映。